自己就是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中间隔了一年嘛，然后非常的期待等一下那个在吉普车上跟大家打招呼。兴奋啊！摇一摇吧。来了啦，开心就好了啦。就是每年的感觉都不一样，因为你每年遇到的，就是在赛季中遇到的问题啊，还有一些比较艰难的地方都不一样。然后每年应该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那样，词穷。心情怎么样？好啊，心情超好的。やっぱり実感すごく感じましたね。やっぱりラッパ、クラクション、爆竹。熱狂的なこの5000円ですよね。やっぱこれはもう台湾を代表する応援の仕方だよね。有新的明年记得去买。你拿反了。我拿反了。让我想到我每次在洲际都有一个弟弟，然后拿我的毛巾都拿反的。好，准备低头哦，准备低头哦，要注意安全。耶！低头，低头，低头。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最近喉咙要再保养，一整年的，一整年很深，很辛苦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皮耶，皮耶，谢谢皮耶。上面的朋友，挥手一下，上面的，挥手一下。印象深刻，今年比较热一点，然后今年。好像后面跟车的那个阵仗越来越大，大家都跟着我们的巴士啊，都好玩热闹，热闹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快来了，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一下就好了。来了，要来了。等一下，文青从下一站有一个大站的，等一下打招呼。休息一下，休息，我喝下水。我去啊！耶！大家好。很开心啊，就是希望我们明年一样可以再游行。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你们房子很便宜啊，谢谢。团长，每年的目标你就是要拿到冠军嘛，那但冠军之后就是享受这个游行。谁二队难得一年可以一次没有红绿灯的状况下，可以在马路上。看着人家这样走，对不对？很开心啊！对啊，这个球迷的量差不多是在二军一整年的量，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差太多了。很开心啊！都看到那么多球迷，就这样一路支持的兄弟，蛮感动。就冠军，大家一起很开心嘛。然后，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氛围。大家一起玩在一起，这样，是也期待啊，也怕那个交通堵塞。嗯，因为看因安尼拄只迄条，安尼文静排到，迄种塞车塞到，哎呀，无同对个，反正要讲争，也唔知。そうですね。本当に今年優勝できたのも本当ファンの皆様のおかげです。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ね、これからも引き続き熱い熱いご声援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等一下，再回来到现场，谢谢大家。晒烂。